那我们进行一个小游戏。好啊，这个小游戏呢，因为我们这个歌叫抬起头来，抬起头来嘛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没意思，你也就不对过。这个游戏呢也叫做抬起头来，先生，好吧？别看到啊，你别看我的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啊，在家干嘛呢？买你没弄好，得意，出来了，你不许挡，我没挡啊，我可以撕别人的吗？你干嘛？疲惫，上轩疲惫，不是，好，上轩淘汰。你好像老虎啊，两只蜥蜴，一个蜥蜴一个青蛙，你干嘛？你动我好了，我们一人弹一秒，好，3、2、1，什么？遗忘，对了吗？他那啥，您好，好像看到一个什么，怎么这个词？我能看出来，我录像了，什么？枯燥，哎，枯燥。你现在说有啥用啊？等一下，你帮那啥呗，我可以问你等一下，我很关心你的，我一直没想骂你。慢，你别好啊，待会儿掉了，快点。不对劲，你怎么作弊？这样我给你们唱一遍吧。我抬起头来，把眼泪落下。我一如往常。星夜，星星，这一颗星，这一束光，这一星光，星光，不是这一束光啊。这一场梦，我这儿多。那啥，一分的不配在我面前。我给亚轩，亚轩刚刚把他板子踢了，回去。快去！什么帅？伤疤？伪装？伪装？你别乱说！往前走。不是他伪装有吗？谁是伪装？伪装？我进两分！我动都没动，我都没有离开这个沙发。那我进两分啊！那所以这轮就是小宋双杀。这一轮小宋双杀进两分。还真有伪装，我真没想到。我都无语了，我当时，我说我招谁了我？亚轩上吧。你有病是不是？真是上班啊！他玩这种，好恶心啊！二一，你这看不清楚啊！我也要写字帖，气死我！快给我看一看！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！手剪刀布吧，石头剪刀布，手剪刀布啥呀？你出剪刀，来吧，来吧，这个，
快点，我是别被冲了，毛哥。我去哥，翻章，什么东西？翻章。我试着把过去翻章。耶、yeah, ！我是看那字儿追不上我了，啥章？追不上我了。没有你一样，你两分，我三分，我三分，我三 分, 我三分。我这么努力，我还是两分。给我拜个年，我们就给你看。快点！不要。你跟我说，哥哥新年快乐。哥哥新年快乐。哇塞，给。波腿，马哥。是吗？你别想了，我赢了。我不是跟你平局。我值了。我有宋亚轩的新年祝福，你们有吗？哎。你干嘛？有一束光。抚平我们俩的伤疤，有一束光。我想看你的下巴，你可不可以抬起来给我看啊？这不写你吗？迹象。对了，哇塞，这么厉害！哇哈哈！哎呀，大过年的，我给你俩拜个年，新年快乐，大哥！哎，哥哥，还真不没说呢，李真源的好哥哥，我给你拜年了。哈哈！啊，拜年啊！不行啊！哎呀，对他同意嘛，没办法。嗯，真源好哥哥，我给你拜年了。马哥新年快乐呀！不，马弟新年快乐。那我就是比真源哥哥帅的亚轩，亚轩叔叔。你这没意思。侄儿给您拜年了，来。这个世界的人怎么了？哇塞！我还以为你要高一点。亲爱的，比张真源哥哥还要帅的宋亚轩叔叔，新年快乐！侄儿给您拜年。这一生圆了。录完了没？快点，给你们十秒钟。好嘞，来看这个镜头。请大家期待我们的实体专辑吧，我们的歌还有我们各位兄弟的歌都会收录在这张实体专辑里，没错，大家多多期待吧，期待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